等不及的哦，你熊熊。他只舔肉泥。他装没听到。嗨，欢迎收看猫猫们。影片开始前呢，先请大家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今天呢要带他们去走走。对，熊熊，自己进来，熊熊，然后走走了。林白白没有你，因为要带你出去。因为这次猫猫们呢很有荣幸的入围了走动奖的最佳吉祥物，等一下带他们走走，顺便要去高铁询问一下，就是要怎么购票，然后他们可以放在哪里，下个月就要准备出发高雄咯。那喜欢他们的朋友呢也可以期待在高雄见面哦。我准备出门了。豆子啊，还有一个东西要带。豆子啊，一只手在哪里，手手先进去。大家帮我选一个大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这个大，看看，嗯，那个，很松松，很松松，走喽，笨笨。笨笨，等一下下来好不好？我们先上去上面。好了，出发了。晒太阳了，李小小。哇，没想到南港的 CT 令可以开一家唐吉诃德了。我等一下问看可不可以带你进去好不好？我们再进去逛逛，可以吗？大大。还不能下来，还不能下来，没有。我们刚刚去二楼先订位，先候位，然后现在要先带他们去买高铁票。那笨笨，我们一起去买高铁票好不好？然后订完之后带他们走走，然后再去二楼吃饭。等一下我也会介绍一下二楼，我觉得他们蛮贴心的，因为刚刚我问我们带几只猫，然后要帮我们准备食物还有水，所以我觉得二楼的服务还不错。等一下再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到哪里？到高雄。到几点呢？一点左右的。然后想问，就是我有上网查，你们那个带宠物的话是要？这个可以吗？它这是可以，可以收的，可以。可以，它可以收，然后它是分两个篮子的。对，可以。但那你就说它的下面那个就是架子啊，你要放在行李架，然后它的那个不能，就它就是要。在我们前面嘛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前面。然后它会有那个容器的规范，再看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太棒了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我们现在在等二楼的候位，然后我们高铁票也买完啦，那就趁现在这个时间让他们下来走走。然后我叫他们看林熊熊多么聪明，看一下他现在，他一直在那边等待，他是一只超级超级聪明的猫，他一直在等待说什么时候可以下来，但是没有跟他讲下来，他是不会下来。好啦，林熊熊，下来。他多聪明，他有多聪明，他根本就是只人，是人吧？好，去逛逛啊，去，自己逛，带笨笨逛，你自己逛，慢慢走。豆豆，你不下来吗？
我就点给翔翔吃，好不好？翔翔。吃到你了。他装没听到。爸爸嘞，爸爸嘞，听到爸爸。哎。对不起哦，你等下蛋蛋可以吃哎，你吃吗？你吃不吃？对不对？猫的水，妈的啦！这边真的不错，这边可以让他们就是，它是限定区域，然后。他可以在我们这附近活动，然后他会给你带，然后还有水可以在那边用餐，真的已经融入了。然后店面环境我也觉得很棒。等一下，你的蛋蛋还没来，你等等再等，等你的食物来好不好？帮你用一份。先喝水，热熊，先喝水。不要。猫的蛋来了，没有调味的炒鸡蛋，来帮你吃一口看看怎么样。它就是完全没有调味的蛋，你准备两个吃？呀，很好吃哎！你的零食来了，点心，正餐。对呀，哎，这个蛋很好吃哎，吃一口看看。豆子也不吃，你们都不吃，你们都吃爸爸吃。阿总都是你自己吃，你看他们都不吃啊，肉白啦，鸡肉，我帮你们，老板要帮你们看。怎么都是你在吃？基本上应该会吃吧，肉。你挡不住了吧？等一下，你也不要，等等，都不要，等不及的哦，林熊熊。他只挑鸡肉吃，这么厉害吗？只挑鸡肉，他只挑鸡肉。你有这么厉害吗？有。这样嘞，这个嘞要吗？哦，哎、欸，他吃蛋，他吃蛋了。闻一下，都是肉肉，你爱吃的肉肉。来，爸爸问你吃蛋。鸡肉哎、欸。不接受被拒绝。我要放大招了。豆豆，豆豆知道爸爸要放大招了。豆豆克制。好什么？鸡肉沙拉，豆豆特制碗。啊哈，马上芝麻酱。好吃吗？豆豆，妈咪摘肉泥，摘肉泥。苹果蛋。你不要。苹果蛋。不要。豆豆拒绝摘肉泥的。他只舔肉泥，他只舔肉泥。你好聪明哦，宝贝。你豆豆不吃，都给熊熊了。好的。这是可以续餐的面包，是炸鸡块，看起来有点像韩式。
哎、欸，爸爸起来你就上来，那爸爸坐哪里啊？你想想，分一班给我坐好不好？那我哪里？分一班给我坐。啊，棒！你一人坐一半。因为这边真的很棒，二楼下次我们会分配人小小，因为他真的他的肌肉也是就是水煮肌肉，然后没有调味，然后也大。虽然说他不爱吃，但其实我觉得这边的猫咪都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也会给水，然后你请新宠物来，他就给你一碗，他会帮你备好碗跟蛋。然后鸡肉是要加购，所以而且鸡肉加购超便宜，他鸡肉加购一小份好像才30块。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费现在。我们现在是唐吉诃德，但是进来就是要遵守规定，一定要把笼子关起来。你小熊看得到我吗？然后林笨笨在下面。猫咪的肉泥区，然后居然这边发现一个没有看过的东西，来去给他们试试看。觉得这个笨笨也会喜欢，我就给他试试看。他虽然宠物区很少，但其实蛮多东西都还蛮好买的，像这也是必备的。要逛逛。林小熊，你不看人家林小熊？我们现在准备要回家了，回家前呢，再让林小熊走一下，不然他会生气。准备，熊熊。跳，去走走吧。也想追气球的熊熊，不行啊，熊熊。猫咪，猫咪，你可以摸摸，轻轻的摸摸，你可以轻轻的摸它。看到你都爬上去了，可以摸，对，轻轻的摸它。猫咪，轻轻的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小熊走，我们回家了。小熊走，回家，走。哈，真就是这个。好，回家，回家，你在下面也可以。好，那你在下面啊，我关起来了。好可爱的小朋友。对，猫咪啊。哎，你跟他打招呼，你小熊，人家跟你打招呼哎。拜拜。